很想在工作中表现你的专业性和权威性，但却因为自己没有自信和太过理想化而产生很大的压力。有可能是因为你自己太过敏感，自信地讲出你的观点，一切都会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中国的占星师 Grace。 10月5号，整体的运势，月亮进入处女座，并且与海王和土星形成 T 三角。当我们以严格的态度对待人生、信仰、宗教以及高远的知识的时候，便会受到来自生活秩序和细节以及与我们的理想的压力。当我们想要展现自我的时候，想要为未来做出一些改变的时候，可能会因为生活秩序和细节等的影响而产生挫败感。谢谢。Bu 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